唱歌吧，找回黄金岁月。向前吧，不再低头。为了这个人生的这个过程，所以我们就讲，啊，你写一条歌，家己的心情诉说出来。因为过去咱捌经过迄个大红啊，趁真侪钱，无甲钱当钱看，所以才会拄着这有诶无诶代志安尼。所以就人来要，我是认为安尼，人来要觉悟也过会好啦。所以虽然已经六十几岁吼，啊，我咧尽量啊，今天我直接这个歌叫做《黄金岁月》。哎呦，还可以啊吼，因为用心情啊，我直接介绍第一拜。第一拜的电视有咱荣麟老师哈，我哋家黄金岁月献我咱家的乡亲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江沙过来，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歌词，有多少人可以人生可以重来，有几回的春秋可以重写，人老了不能哭泣，没有抱怨。有多少人生可以重？有几回春秋可以重写，人老了不能哭泣，没有抱怨，只问此生是否曾经峰回路转，喝了酒解不了忧愁，喝了酒思绪待重头，唱歌吧，不必伤悲，唱歌吧，找回黄金岁月，向前吧，不再低头。向前吧，展开灿烂永久。掌声鼓励。人生有多少的问题，怕是怕你不敢面对，是没法处理，只要你愿意，其实我到今天为止，我跟我大家听这个，我从来没有在外界讲过，非常内心里面那种挣扎。我在那个半夜接到碰口的简讯，你说明天如果在哪里发现我，四个字，草草了事，青菜牛，倒是帮我看着家里的人。咱这做徒弟啊，哪有可能看这款？看这款问题，你看得落，咱看不落。于是呢，我在半夜还找着皮皮说：“你爸现在到底在哪里？”他一讲四点外，皮皮说：“现在这次电话打得通。”我苦口婆心的跟碰口讲：“碰口，一起面对，你面对着他。”他会给你机会，上天会给一个愿意面对问题、要处理问题的人，给他一条路、一个机会。再次掌声给彭恰恰。有时候我们说笑啊，是，我那个亏，啊，野人就是安尼啦，你安那个讲的拢无要紧，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，到今天这个泡菜，甚至最近的生命的诚意。满满的情感人情味都装在这里面，里面只有两个字，叫感恩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
对啊，我觉得你知道，我可以很明显感觉到他的压力有多大。伊玛西爱面带微笑，然后主持完全场，我都可以感受到，如果今天是我，我一定做不到，真的，那个抗压性真的要非常非常大。那说实在，我也不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帮他。那我觉得说，我觉得非常欣赏碰我的是，他真的就是他有很勇敢的要去面对，他一直在不断的接很多的工作，再小的工作，伊拢去接。你知道，我们光华这间伊拢去接。然后呢，你看今天好不容易好有个泡菜，他也来做。你知道那个要放下多少身段？然后我昨天看他在街上，在那边给大家试吃。OK。对，我觉得就是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他，千言万语，真的，感恩，谢谢大家。对，现在看到电视的，而且是咱现场朋友，而且是本来讲要来的朋友，真正的手洗牙关，给他一个机会，他愿意做到你满意为止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